今天文听有个信多的现场要来看，就是对嘉义开始发展创业进入第十档的千叶火锅。伫咧全台湾是拥有40间的连锁店，伊为着要来回馈着嘉义地方的乡亲，伫咧十月号中岛，特别伫咧嘉义市举办着一场寒冬送暖，1000人做伙来吃火锅的公益活动，邀请着嘉义地区1000位的艺术入伙做伙来围炉，而且现场阁请来着艺人阿雅和地方的艺文团体。带来一连串相当精彩的节目，现场的气氛是闹热又个温馨。邀请到嘉义市长陶新特、嘉义县民雄乡长何家兴和企业的负责人做伙来开店，共同散布嘉义地区相当罕见款的1000人围炉吃火锅的组成活动，正式登场。艺人阿雅带来火锅爽，整个直播差在现场气氛。来自嘉义地区1000位的艺术入伙做伙围炉吃板凳，提早来感受着年节温馨的气氛。我们总共是嘉义县跟嘉义市邀请了超过1000名的民众，希望能够在这个过年之前，能够让他们有一个热热闹闹跟很温暖的一个过年的一个气氛。所以今天的一个现场，我们是席开100桌，同时所有参与的民众在今天活动结束之后，也可以领到我们的福袋，包括我们跟大甲镇南宫合作的联名发财金，都会在这一次的活动能够送给我们所有的嘉义乡民。应邀出席的嘉义市长陶新特对着业者回馈社会的爱心真感动，认为这类充满着意义的围炉组成活动，不只是温暖在场所有的人的胃，也温暖大家的心。棒球场这边哦，举办千叶火锅的千人开锅啊，这个非常高兴。这个社会就需要温暖，那我们现在刚好是冬天到了，今天的火锅围炉，大家温暖在胃也温暖在心，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成功的企业也当来做这种社会公益，我们表示非常的肯定也感谢。今天受邀参加围炉的艺术入伙，在围炉活动结束了后，每一个人阁献上一份大家点燃姜的发财金，阁有伴手礼，希望因伫咧新年拢会当拥有好运气。对嘉义开始发展的知名连锁火锅业者，十档来宾持着实在认真拍拼的精神，对一间发展到40间，事业有成回馈社会，嘛互经济行业困境的弱势朋友，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民视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